们到了三之美，达那伊谷的三之美。哦，哟呼！今天又出太阳喽！哦，哦。嗯啦啦！来来，再下来再下。Hello。要吃饭的。Hello。吃完玩乐的，我们要吃饭的。Hello。我们到了三之美。那我三年前有到这边来，非常棒。那我们下午要去走吊桥，去看表演。现在晴空万里，没有下雨啦，对啦。不过在山区哈，有时候风雨有时候不一定，但是我们来的时候真的是没下雨，好棒哦！加油！你想要拿吃饱饭拿也可以，有。有，晚上我们是烤那个大猪哦。哟呼！老板准备喽，晚上有萤火晚会。有，我三年前就来了。晚上有萤火晚会。来，我们要吃中餐喽！来，各位可以拍照哦。哇，这个天气好棒哦！山上白云驾雾哦，那边有吊桥。正前方。待会我们要过去，走过去。两点应该有我们的表演活动。很漂亮，另外还有一个那边更漂亮的，那边。太巧了。哎。去年就有来了。那我们等一下从那里过，从那里过。没有，那边这个吊桥才漂亮，那个、哦、那个。那个吊桥才漂亮。Hello。我们就十个人为一桌哈。我们呢？这个吊桥好长哦，真的很漂亮。待会要去那边照相录影。来，自己选，看要坐哪里都可以。达那伊谷笙歌计划了半年啊、哦，今天才到。那我们也订了房间。然后我们就这两天我们就做一桌啊，二桌，晚餐也是二桌，这两天就做二桌，办哦。